大自己变成美女上班化妆开始，小声点的帅哥姐妹们男大学生，赶快化个妆，等会儿男大学生越来越多了。这个防晒虽然说出事了，但是我还是要把它坚持用吧。油挤多了姐妹们，这次我要先用粉底再用遮瑕。我咋感觉上了这个粉底都不需要遮瑕了，悄悄的多看几眼。我不好色，只是人人都有颗爱美之心，都喜欢看那种比较好看的东西。毛也给它染一下，这个鼻子还是随便修两下，不需要任何手法。双眼皮只有三个了，意味着我不能贴错。哇，我觉得我今天这个眼线画得很成功。我每次用这种贴的睫毛夹，我都怕夹到我的眼皮。假睫毛用了那么多哈，我还是觉得这一副它贴出来是最好看的。用这个红一点的眼影涂在这个下眼皮，红色的眼影涂起来就是更有那种厌世妆的感觉，就看啥子都不顺眼，我看你也不顺眼，看他也不顺眼。腮红打这个，它就是不挑妆容，不挑肤色，经典唇釉。这个就是随便一涂哈，都显得这个嘴巴很好看。眼头这儿打点亮晶晶，这样子这个眼妆就要稍微独特一点，远看哈就看不清楚。今天店里面光线不好，但是近看也很好看的。好，姐妹们，拜拜，看帅哥姐喽，拜拜。